不够吃，我再去炒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炒泡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过一遍凉水，使面条更 Q 弹。最近总是听到有人说爱会消失，对吗？我觉得不会，会消失的那就不叫爱了。加入调料拌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。肚子饿的时候三五分钟就能做出来炒泡面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